韩国大热真人秀《单身即地狱》第二季前天上线，嘉宾颜值全面升级，背景也不简单。首集节目播出后，讨论度居高不下。节目组找来韩国小姐出身的崔熙恩，还有曾参加韩国春香小姐的申瑟琪，两人不同类型的美貌和气质一登场就惊艳观众。其中申瑟琪被认为长得像 IZONE 的金文洲，这一季的男生也都身材高挑出众，其中崔中宇被指帅气与偶像不相上下，高颜值嘉宾为节目增添亮点。